我说过了，你只要政体不自由、不开放的话，你就回了闭关锁国了。你闭关锁国，你艺术上就不可能说真话，你怎么能允许说真话呢？你自己有暗黑暗的地方，你多了你，那农村生活的那个状态了，都是猪瓦猪狗不如了，你还假装吹什么牛啊？你艺术作品反映出来的东西，你就不敢贴近生活，如实反映现状了，你怎么敢呢？说出来就。像我说真话几句就给你踢一边去了，踢了6年，那谁还敢说话？你现在微博上、微信上有吗？没一个敢说真话的了。那你当然出现这事，这是不是8年？说说，这个世界是不是从8年前开始起的？你开始闭关锁国是开始的？当然了，你外表很光鲜，里边所有的事你都不管，不顾，反正猪狗不如，养猪一样，对人民像养猪一样，怎么行啊？